各位老师好，观众的朋友们大家好。啊，我叫蛇女许亚。哇，我觉得我必须要非常抱歉，就是我第一次没有非常专注的来看我们来宾主角的表演，因为我真的太怕蛇了。不要说是你是女性，是生理的反应，就是我看到我浑身就是起鸡皮疙瘩，我从小就非常怕蛇。不要说是女性，就是我们男性我也非常惧怕。这是蟒蛇吧？对，因为在蟒蛇在我眼里它冷血，它凶猛。对啊，还有个关键问题，它力大无比。对，如果说缠在我们身上，你不能说缠在身上这种话，听到我都发麻。其实这个谁呀、啊？他是挺温顺的，只要你不伤害他，他肯定不会攻击你的。不信你可以摸一下，轻轻的摸。哎，对对对，轻轻的摸一下，没事吧？你不是说不要伤害他，他才不咬我啊？如果我伤害他，他就要咬我。他会攻击你的。那他咬过人吗？他咬过啊。咬过人，小心咬过谁啊？咬过我老公。那是他伤害他吗？啊，不是，是给他洗澡的时候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它这个又没毛，它为什么还要洗澡？小狗小猫要洗澡，蟒蛇怎么也要洗澡呢？因为要保持它的环境卫生嘛，然后它也洗澡，因为它要拉大便，然后接小便。多少时间洗一次啊？蛇呀，尿尿。对，两三天洗一次，很干净的。石头老师其实很厉害，他叫石头，石头不怕蛇。你就在他身上试试看，来，可以。不要紧，我给你买了保险了。保险了。哇，好凉啊！好，哇，好凉啊！把他那个嘴巴对着他的嘴巴。没事，轻轻的就行了。对，来。对。哦，站起来。走一走。